为什么要到印度教流亡藏人中文？这些藏人全都是由西藏逃亡出来的，他们希望受教育能够拥有自由，保有他们的传统。我的学生想念家乡有多深，思念他们的家人有多深，他们对于学习的渴望就有多么的热切。他们主动要求老师能够加课给他们，也希望老师能够出题目让他们写文章。他们希望能够和中国的汉人和平对谈、沟通、协调，好让他们回家能够与家人团圆。我希望我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。这是一个地球村，我们幸福快乐，而这世界上却还有人在受苦，不能够回家。我希望他们也能够回家，更希望和平能够早日来临。